Look.啊！谁来救救我？哀什么哀？没有啊，我丢了，我就最近会漏尿，可以射，你知道吗？哈哈哈哈哈！Hello, somebody help me！ 哇，我好强哦！嗯？嗯，你说我好厉害哦！把人家做了什么？把人家播甲之后，水箭龟漏尿杀一个。哇哦！哇，看太扯了吧！你尿酸也太酸了吧！你尿酸也太酸了吧！哦，巨斧之信，钻到播甲，从三小，不是。这个游戏不会任务失败就降段位好吗？不会。有一颗手榴弹直接扔到我屁股上。哦，我想说奇怪，我被人去，为什么那个红的一直跟着我？被人粘在我屁股上面，然后就嘣。哦，哎呦，妈的！原来是萤火虫，我还以为他你啊。他上辈子应该是那个子弹兵哦。让子弹跟着你飞，这不是子弹，这是手榴弹耶！让手榴弹飞，让巴拉飞一会儿，巴拉飞一会儿，两颗，用完呢？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拨一下？我好硬！他的腿是有打了一堆针数，是不是？他现在很过动哎。他现在很过动，他现在很过动，妈的！妈的，他每一个都要平均伤害，转，他在一直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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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滚子。等一下，我想试一个东西。嗯，我现在有那个火球，看他会不会。会。完了，出发，我完了。我找到发现新大陆了耶！他也在玩。哦，火球的好处哦！我靠！耶，新大陆！我靠！而且维生装备掉出来了，有用哦！我都没看到是什么，而且我还是上中哦。好哦。我拿的是小精灵双枪，然后就一直啪啪啪啪出去，两个不耗子弹的，我靠！嘿嘿嘿嘿嘿，三小冷笑声，他可怜了，他可怜的卓越者还没开始放电就被火球打到死，老超弱的战熊哎。来，我等你回来。喷啊喷啊喷啊，没了啦！后退。原来我才是辅助。原来你才是辅助。你要不要当我的傀儡？三小，这样的话，我就要一直听他干话。你看汉斯都已经受不了了，直接倒地了。弹箱是什么？我绑架！不要绑架！你哪里有绑架？弹箱幽魂模式你绑不了。我绑。哎，他是敢！这怎么解开的？一米米，怎么解开的？买差一点。又绑起来。开砍，开砍！哎呀，我居然绑到战熊！你绑到战熊？对啊，对，一击是 next。好。哦，把我把终结者看到了。嗯？哇，他攻击力不低耶，他攻击力好高哦。
超级怪物观察学家出现，讲够了没？欸、你是想要，你是想要把它变你的？我跟你讲，我刚刚真的有绑到，他可以绑哎、欸，可是他直接死掉哎、欸。我想该不会是跟那个小黑一样吧？一下子这样子，我觉得一下子之后，然后那个好，下一场要交给你了。嗯，蛋熊绑起来，四季哦，嗯，可以耶。新大陆，新大陆来耶。哦，开戏了！我要没魔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不能常用。换老板，换吧。好，近战近战百夫长。啊，去砍人喽！啊打！哦，打那个卓越者。哦，百夫长对百夫长，很小啦。好，结束了，没完了。那来一个堕落枪兵卓越者吧，他是什么？哦，冲击。看，好，怎么那么烂呢、啊？那就换这只好了，那换你好了。那我会补血吗？哎、欸，我会耶，我会加血，我会加血。到底，我会加血，吸血卓越者会帮我加血。你看还在虐他，我直接把卓越者打死了。我会加血，到底，好舒服哦。到底，哦，Oh my god, Oh my god, 这游戏不好玩。好，都不用我动手了。管老板？什么管老板？反正他是格聂，他已经习惯工作了。管老板，真的是管老板哎、欸！管老板发言，反正他习惯工作了，反正他习惯被坑了。没办法嘛，我是台湾人嘛。管人才管老板，台湾管老板。这样的理所当然咧，当然啊，这里是台湾啊，台湾就是低长时间低薪，什么这个都没薪水，哦哟，你也知道你们给薪，还要人家打工，然后又超时啊，每个都这样子啊，这里可是台湾啊，别搞错了，你以为你在国外啊？就是一个人家还有体力，哎、欸，你是不是还有体力？对，我还活着，哎、欸，继续做。宝藏是宝藏是不是？没有，这里是台湾，没有那种东西。那个东西都是写给你看的，我是不是演一个台湾人演的淋漓尽致的？有没有？我不敢跟你说有，但是很像。但是有、那個、老板有那个 view。管老板，这看不起你这样人呐、啊！操，有战熊来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把他打飞了？干，我救他，我救他，把他干掉了。老师哎、欸、，Hello， 这是射击的吧？好，防到，来为我工作，让我们告别薪水。工时，告别薪水，工还有罐，还有午餐。我绑到远古卓越者了。哇，他这一巴掌扒得很用力哦。我补血不能，有罐老板啊，补血不能爽哦。有罐老板。银河，
啊？你站在那里干嘛？我在回话。干？怎样？难怪我是个官老板。The paradox stabilizes. 我当官老板，你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呐、啊。哦，不是。哎、欸，这是官老板嘞、欸，这是官老板嘞、欸，哎、欸，把错都怪在员工身上，这样对吗？所以你员工都被休息时间了吗？所以你承认自己是员工哦。员工都不用休息时间的吗？哈啊！员工都不用休息时间的吗？台湾狼嘛，不用啦，没有必要的。看，哇，真的休息时间这种东西真的是多余的，真的关。好，白头，关老板，你那个叫做上班上到一半滑手机，靠北。哪有？我在帮同事解决他的问题。他什么问题啦？啊？你成为他的奴隶了 ？Yes， 来对他们讲干话。是奴隶。我们是 ，Vor 是我的奴隶。嗯，他什么时候恢复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奴隶吧。被反噬了吧？等一下，那个纵火的叫出来，他死了啦！啊啊！炸到了呀！我炸到一个纵火犯了！在抓纵火犯啊！帮我烧！等一下我砍他们一下就有3400多K 了，是什么意思？我现在不管了，不挑员工了啦，随便随便抓一个来帮忙射一下就好了。公司快倒了，公司快倒了。就算过来是一个250也 OK 啦，我也接受了。公司快倒了，这个意思。我的老板至少会关心我，没有啦。哦，假关心，真实。假关心，我靠！